这套房源呢是给你一个以联排别墅的价格购买一套平湖恋人飞开纽约下价格购买一套这套房源这套房源将给你一个以联排别墅的价格购买一套房龄近5年的独栋别墅的机会破坏屋顶在 Miami Connection 现在卖82万这套只要759现在坐在这儿的木质平台上又玻璃栏杆这个定恒不用担心被雨水淋湿香香一喊在这儿度过愉快的夏日午后那真是聊咋的哈喽大家好我是果雷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337 Devoning Bay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三层都是旧址你想要啥都能到无论是公立天主教学校还是法语学校都非常好并且一步入就到了高科技工业园和高速公路你还想啥呢下单吧这段可以剪辑了剪辑了用于发行没路了你要我退啥呀当然知道了虽然会回来我这个重力还得要轻点是吧此外您还可以将其作为投资将地下室作为附属住宅单元进行出租实现完美的现金流减轻贷款压力减轻贷款压力怎么说好你是在录怎么呢来点正常的是吧正常的还没录好是吧哦那来点正常的吧我也没关系你知道你是干嘛郭磊地产服务至上安心买卖Hello, I'm Lei Guo. Welcome to 492 Encore Terrace. This 94 bedroom, 2.5 bathroom, 6. Huh? What's that? Half Bay, Half Bay. 郭磊地产安心买卖服务以上。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早了。欢迎来到153 World Drive. 这是一套3.5卧2.5卫。那个窗外怎么没说？窗外怎么这么多窗的话？是不是还得晒一点这是一套什么的独栋别墅啥呀咋就一个啥情况不仅如此还为将来的新能源汽车预留了线路说啥没准备好好了这次一次吧不仅如此还为江南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额外的拉不出来了那为啥